皇上爆粗被捕，老左吓到龟缩啊！有位唔俾入，佢哋于是一冲而入，明明就反替补噶，点知变咗被逮捕。当中七个人被人拉，仲要系寻日一朝早重案组上门噶。其中六个人即日押上法院，佢哋扰乱秩序，喺公众地方喧哗，或者用粗言秽语、侮辱性嘅语言。哎呀，上乜嘢指使佢？嗱，呢位皇上系烂口啲嘅，不过嗰日喺台上好似冇讲粗口噃。佢哋以为好处系咩？就系你可以吓窒咗啲人，但唔系我哋咯。即系佢又搞错对象咯。即系你唔通以为你拉我拉阿毛呢啲会惊你嘅咩？佢仲话会谂办法传召林公公上庭作供添。我哋三个绝对。而学联就有三个人被捕，长毛就告到一项，我系涉嫌刑事毁坏科学馆嘅门柄。佢寻日喺庭上大叫政治检控可耻。毛助理掟狗饼，被控普通袭击，保释候查。警方大举出击，话绝不容忍任何暴力。不过大家再睇翻当日嘅情况，两位老左阿叔先左夹右夹，一个转步，怒目狰狞，死黏住长毛。保安哥哥推开佢，都舐埋嘢啊！但系佢哋乜事都冇。记者查到，其中一个叫陈周轩，是蓝田平田村平信楼的护委会主席。我哋寻日抄上门，明明见到佢噶。佢会唔会翻嚟噶？阿 B， 佢而家行开咗，我谂咩噶？好嘛？哦，即系佢可能会翻嚟噶。啊，或者夜啲咯。真系奇啦！佢话自己姓周，唔通惊到姓乜都唔知？阿长毛就话会报警告佢哋啊！